自我写我一生的诗，情共爱，泪与痴，真诚是意义。生命豁出去，留下了惊人快事。英雄有骨气，雄视世界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自有全心志，跨步上，云上我要去飞，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是啊，他们就是来自屯门的团结精英，一看到他们今天的表现就知道平时花了很多心机很多时间才可以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的。不如我们请我们几位的代表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好啊，有请阿 Joe、HK 和阿 Kit。 我们有请三位哥哥姐姐。我想问一下你们，其实排这只舞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呢？我们排这只舞的时间天天都练，天天都排，日日都有變咗，我哋日日都有運動，我哋筋骨啊、膝頭哥啊，完全冇曬痛啦，身壯力健，身壯力健係啊！咁我知道咧，排呢只歌咧，亦都咧嘥咗好多時間喎。咁樣過程裡面咧，有冇一啲好難忘、好得意嘅趣事咧？我覺得大家咧喺呢個整個嘅過程裏邊咧，都係得個開心兩個字咯。咁大家一齊排練，一齊咁樣好開心、好興奮咁去練習。我哋係咪一班團？我哋屯門嘅滅罪大使精英。咁又想問一下啦，你哋有冇啲咩滅罪嘅信息咧，要帶俾你哋嘅老友記咧？有嘅，我哋就通過我哋同朋友嗰時傾偈交往，將個滅罪個安全守則咧話俾佢哋聽。咁、我試過有一次嘅朋友收到一個勒索電郵，咁佢就話：你不如將你個户口電郵俾我啊，我揾佢警察哥哥幫手啦。咁就咁又化解咗一件不幸嘅事件啦。咁我又想考一下啦，如果有一個咧不法之徒咁樣打電話嘅能力。爺爺啊，我是你的孫女啊，我咧而家俾人捉咗，你可唔可以匯十幾萬咧去阿大哥成個户口度咧？咁你會點答咧？唔得噶，你快啲俾個店户口俾我，我話俾你警察哥哥嘅話咧，一齊做嘢啦。哇，真係好厲害啊！這個招數，好啦，不如趁呢個機會咧，我哋同大家喺度拜個年啦！恭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我哋有记，今日人日，你哋咧生日快乐，蛇年笑口常开。我就好多老友记嘅朋友嘅，哇，好多优点咧，我啊值得学习嘅。譬如佢哋关心子孙啦，注重身体健康啦，又乐于帮助别人啦，就系呢啲优点，反而俾匪徒嚟利用，搞埋晒啲乜嘢祈福党啊、电话党啊。所以各位老友记，稍有怀疑，接触咗咁嘅电话，可以第一时间就报警，将佢哋绳之于法。所以蛇年，恭喜你哋！身心健康，如意吉祥，年年有余。各位哥哥姐姐，新年快乐！我是柳影红啊，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早排咧，我屋企楼下咧，连续几个单位咧，都俾啲贼人入屋爆窃啦。咁我都好疏忽啦，我屋企咧原本都冇窗花噶。咁经过嗰件事之后咧，就吓到我即刻将全间屋嗰啲窗咧都装晒窗花。咁所以我咧喺呢度提醒各位哥哥姐姐，希望你哋咧。出街嗰陣時咧，最緊要鎖好曬啲門窗啦，屋企就唔好擠咁多貴重嘢啦。仲有啊，千祈記住嗰啲陌生人咧，千祈唔好俾佢隨便入屋啊嚇，咁就會大家平安大吉噶啦！恭喜曬！恭喜恭喜恭喜咁多位哥哥姐姐喺蛇年龍馬精神！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你見到我個樣梗係知我係鐘仔啦。咁如果有人打電話同你講話，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我係阿強啊，你嘅鄉親咧。嗱，記住，千祈唔好睬佢哋，
即刻收线啦。点解啊？如果大家有睇警讯，都会记得猜猜我是谁呢啲咁样嘅骗徒行骗嘅方法噶啦。咁记住啊，喺新嘅一年里边，除咗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之外，记得醒醒目目，唔好俾啲骗徒可以喺你哋身上边揾到任何嘅着数啊！再一次恭祝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恭喜发财，新年进步，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新的一年大家就要小心，在公众的地方就要注意自己的财物摆好，因为小偷就最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落手的。各位长者的朋友，各位老友记要醒目了，不要贪小便宜，有人叫你入钱去银行啊，或者是谁啊突然出了事要你帮手啊，那不妨打多个电话问清楚先。我们今年做一个醒醒目目的老友记，好吗？恭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進步，恭喜發財！阿 K 姐，放完年假之後呢幾日咧，銀行打曬蛇餅啊，真係應曬蛇年喎。所以咧，我就選擇咗喺櫃員機度撳錢啦，方便快捷得多。不過市民咧喺櫃員機度撳錢，都有啲嘢要特別留意，以免招致金錢上嘅損失噶噃。在櫃員機撳錢又方便，又可以免卻了在銀行排隊的時間，已經成為很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你在撳機的時候有沒有提高警覺，避免被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呢？我們一起去看看以下的個案。怎麼樣，裝不裝到？應該沒問題。装卡机定装镜头啊？镜头会好啲。做嘢。喂，黄生，哎 ，Vincent 啊，系啊，我支镜头系咪有货啦？哦，好啊，好啊，好啊。但我想问咧，收唔收信用卡噶？你哋？我唔收啊，但我冇咁多现金喺身喎。不如你等我揿一揿机啊，我转头攞上嚟俾你好嘛？啊，好啊，好啊，哎，就系咁啊，唔该你。咩嚟嘅呢？嗰条打银行问一下先。冇错啦，警方最近就发现有不法之徒咧喺柜员机上面装咗一啲记录又或者系录影嘅装置，目的都系要去偷取市民提款卡上面嘅资料而加以利用。所以如果大家揿机嘅时候发现提款机上面咧有一啲可疑嘅装置，就千祈唔好用啦，要第一时间报警。另外亦都有一啲大家日常嘅習慣需要留意，我哋再去睇下。哇！乜你買咁多嘢做乜嘢你？平啊嘛，你冇份用嘅咩？平都係啫。係喎，一陣間去北海道買啲北海道江魚柱。又買？又買江魚柱？係啊。邊有咁多錢啊？去撳機攞錢啦。好啦，我撳機攞錢。等我睇提款卡先。攞咯，一陣間去攞錢啦。咩嚟噶？女女俾我提款个密码嚟噶嘛？你有冇搞错啊？密码写喺张纸嗰度啊，俾人执咗你啊，揿晒啲钱去噶。嗱，你好似我咁样个密码咧，20年都不变嘅。啊，揿钱嘛。啊，将提款卡同埋密码摆埋一齐，就好似将锁匙挂喺门口外面一样。啊，贼人一旦取得嘅话，就会获得呢条锁匙去存取你银行户口里面嘅金钱啦。另外，長時間使用同一組的密碼咧，亦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應該不定時咁樣更改你的密碼組合，但係咧，亦都應該要避免使用一些容易記、容易估的組合，例如自己的出世日期，又或者一些連續的號碼，好似123456咁。只要大家記住以上的細節咧，使用櫃員機就會安全得多啦。話咁快咧，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